什么恁的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的马来西亚人。什么恁？今年的中秋节我伫咧台湾过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我拢无咧出国诶。台湾人的中秋一定要烘肉嘛，所以我嘛准备了，我烘一届。但是我甲你保证诶，我的烘肉是法式诶，今年的计划就是法式烤肉。法式是什么东西？你要讲清楚啊！什么叫做法式？就是摆盘足重要诶，足有层次诶，然后要感受伊个翅诶弯鼻，搁加一点啊，拄拄啊好诶调皮，一层来一层。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不知道。OK， 你就看吧。天使红虾足大诶。你们想听歌吗？不想。哦，不听了吗？不听。你腻了？我还好。月亮圆，月亮圆。大家就没有 cue 你，硬要唱。月亮照在我的家，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流传千年。完整的唱完一首哎，因为一 cue 起来，所以应该是 OK 的。关火。这个就是中秋节一定要有的烤肉酱，就是业配啊，就是我中秋节的酒。这个不像巧克力酱那么好弄哎，哪里有法式？没有法式，我只是要摆盘而已。其实是中式的，各位。这个流星拉的不太美。高赞达，这个料理叫做鬼牛黑做流星雨。这个还是一样烂，我真的觉得烂透了。和牛哎，哇，发起来别拜哦。马上。好，加油。其实不是骨白吧，是两片而已。过去和牛，这个就是我的中秋料理。因为改成中式的，所以我用地先吃干贝。啊 ，OK。OK 什么 ？Very OK。我听不懂，我这 Very OK 什么意思？哦，好吃耶！内底是 juicy 的，然后外口我煎甲嘟嘟啊好诶。好吃。好吃，我介意。和牛嘛是一定要试看卖。整个哦，哇！加少久诶，就抓得。加少久诶，加是咬下去。你在咀嚼，叫做剥。接起来剥，剥。这个骨白盘啊，伫我诶嘴内底走来走去，这个油花是嘟嘟啊好诶。哦。赞！我一定要吃烤肉的啦，吃这种最吸的中秋烤肉嘛是很欢喜的。我要多讲话。是这么好吃吗？我爱享受一下，淡化一下哈。现在我来咯，很乖耶，哦，就有手感哦，拿起来就知道叮当耶。以前啊，我第一次吃天使红虾，我就惊为天人耶。是吃那种现抓现烤的，嘿啊，夹着我感觉哇，下面还要足滴足好食的，肉足滴的，有没有？哎，过起来了，流星没有了。啊，哦，什么东西？哇，有赞哦，我唔知，我就介意。还有十只哎，今年的中秋节实在是 so happy， 我已经讲不出台语了。哎，老板爷，我是天使红。流眼泪啊！老板晒了，老板油也可以。老板，我也想要老板油。老板晒了，刚刚就好吃。我是钱歪啊！多谢阿老板，多谢。我们还有很多哎，事后还要每天吃。中秋节五连假，准备流鼻水啊！对啊，就怀孕。哎、欸，你是哭啊、喔？对啊！我靠，你真的哭啊？你有病是不是？就好吃哎！天使龙虾，你们再戏剧化一点。不是啊，天使龙虾，我真的是介意。我本来就是黑爱 fans。傻眼了我。对啊，喊个叫成功哎，所以我就感动。天啊，我看到便便的眼神。伸手了，伸手了。有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最后一锤。你们给我高起来。我介意，我就是介意咸啊，慢慢的，哇，就是足滴的，你懂吗？鲜甜，啥物件我拢介意，无咧骗，我足介意。第一名天使红虾，第二名和牛，干杯。第三名，但是这三个都是 top three 的，三个都有够好吃的。
啊，你若要看其他的，你就去直播来看。哎呀，我知道有人是播朋友的，但我但我感觉是播啥朋友啦？直播来看我行吧。今年的中秋节法式料理有够好食的，我就唔爱食的 ，perfect。大成本的法式行吧，个人真贵，但是我爽。Yes。你现在吃了一包，一年的薪水吃完了。所以我要吃到明年。对。好棒，好笑 ，happy。嗯，忘记道别了，那你继续行吧。中秋节快乐，拜拜。